现场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2019元宵节晚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浩天。那么在大家进行稍事就坐的这个过程中呢，让我们先来一段热场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好莱坞著名魔术师周泽友为我们带来魔术表演，有请。魔术演了几十年了，我希望我今天这个魔术啊，这个不是找鬼啊，这个扑克牌完全是店里买来的啊。现在他把牌抽进去写好，
希望我能不能变出来，给大家带来惊喜啊！说我这里耶耶耶就来写字就可以了啊！哇，这么多眼睛看着我，你们要是看得有问题的话，跟他说一下，你这一把牌瞎谱，哎，瞎谱呀，呀呀，瞎谱，哦哟，有啊，我拿出来啊，哦哟，赌神呢、啊？现在他把这个牌已经洗了，我没有洗过啊。现在我把它变出来，奇迹啊！看着，拿着。啊，这个没有开玩笑吧，真的扑克，我把它变出来了。这个扑克牌变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中央电视台变扑克牌还要在手上，我没有捣鬼。我希望大家要学魔术，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谢谢我美女 OK， 三颗三颗，明一个就是老狗 OK， 是吧？我这里呢还有一个魔术，请个人上来，我怎么表演他怎么表演，好不好？领导来，请你上来。哎呀，给我们那个市长鼓掌拍手好不好？好，请站立，我拿个剪刀啊。市长，现在你是下面是市长，现在你是演员，我们两个表演。首先一点，这里有两块布，你打开。好，谢谢我们音响师，暂停一下，谢谢。两块布，我拿一个，不要看我，看观众，你是演员。哎，底下你是市长，来来来，面向刚才抖开，反过来有没有？没有，抖一抖，屁股扭一下，哇塞，来来来，放到手心上面，画一个圆的，画一个十，一把抓起来。把那个中间那个布拿出来，中间的布，哎，跟我一样拉，哦呦，拉了很多，没有关系了，反正不要他买布了，我的布浪费浪费吧，来往后面站一站啊，我把它剪掉，来你也把它剪掉，乖乖剪了那么多，好了，把它剪起来，往里面都进。对了，看不出来啊，哎，这样声音看不出来。对对对，拿着底下一个角，一下抖开，打开给大家看看。
看看看看。我叫你市长好，还是叫师傅好，还是叫老师好？老师，你的模式变得相当好。我跟你讲，学一学模式跟我们老师学啊。老师的电话不给的啊，我们老师全心全意的我们这个地区的市那个老百姓服务。我们这次给他掌声好吧？再次给他掌声好吧？好，祝市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拿着，老师拿着，请坐。好。老师厉害厉害啊，东莞一样打量啊。下面呢，我一个小小的百宝箱，这是从大陆带来的，里面怎么会变成好多东西呢？请大家看好，请奏乐。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来到今天晚上的2019团团圆圆、团圆圆满过元宵及杰出华人的颁奖典礼。我是本段节目颁奖典礼部分的主持人南林。现在请大家掌声有请我们威斯卡维纳的市长托尼·沃先生上台，为我们的杰出华人颁奖。吴市长，您讲几句话好吗？请你的搭档也一起上台好吗？谢谢。大家好，欢迎到我的都市 West Covina 来，好不好？棒不棒？我们都市有没有漂亮 ？It's a beautiful city. OK， 我跟各位拜一个晚年哈，今天是元宵节，那不管如何，今年猪年的话，祝各位 OK 猪年行大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我们威斯科比亚将来的话会有很多很好的发展，包括大开发，包括很大的那些旅馆都会进驻。那我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金鼎今天在这个地方办这个节目，那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个美国这个电视台，美国国家电视台在我们威斯科比亚成立，那希望他们更蒸蒸日上，更办多的好的节目，那希望你们再多来我们的都市来参观、来旅游、来玩。那这边让我介绍一下 ，I want to introduce my colleague, another city council woman, okay, and a very powerful woman, Letty Lopez, Letty. 我们还有一个 okay, Dario Casiano, another city councilman, come over here. 三个我们就是什么？The government, 三个市议员就是可以决定我们整个都市的发展。那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our Chinese people for 恭喜发财？你好吗？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us here. It's a beautiful day.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thank you for the magician. It was gre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children. And I'm so happy that you are here in West Covina and.Happy New Year again. Thank you. 好，非常感谢。那本段节目呢是由美国国家电视台 CH18.8 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金鼎基金会的主席，也是本段节目的策划人刀森博士给大家颁奖。那念到名字的那个杰出华人，请上台，由我们吴市长亲自把奖杯递到您的手里。谢谢。一起喝有，好，还有一个，再拿一个杯来。好，
好，我们带两排比较，噪音效果会比较好。今天依旧星光灿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去介绍他们的杰出事迹。那这里呢，我们先合一个影，好。我们在维斯考维纳今天来庆祝这个元宵节，同时呢，我们围绕在这个维斯考维纳托尼吴市长身边，让我们更加杰出。好，谢谢。恭喜了这些杰出华人啊，你们的贡献有目共睹的，希望明年啊再回来再得奖。那现在我代表我的城市啊 ，West Covina 120,000人口这个大都市，我带了3 certificate 来表扬我们这些我们主办单位。那第一个是我们麻烦一下 ，Yeah, it's fine. Okay, let's go have a U.S. National TV. 那也。那希望他们蒸蒸日上，那代表我们城市，我们的给他一个 certificate。预祝他们跟恭贺他们跟感谢他们，谢谢。好，那下一个是我们那个金鼎，我们的金鼎道森博士，感谢你们的每一次每年办一个那节目，那代表我们 West Covina 感谢到我们 West Covina 来这边开台来办这个节目，谢谢。那下一个的话 West East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terfol， 那也谢谢你们跟我们道森博士一起来主办这个节目，感谢你，谢谢。好，感谢我们托尼吴市长，谢谢您，请就座。那我们的2019团团圆圆闹元宵，我们下面的仪性节目继续进行，请大家掌声有请我们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谢谢。谢谢谢谢，非常精彩的这个颁奖环节，让我们见证了我们现场的观众的热情以及我们杰出华人的这个优秀啊。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正式开始了。是的，灯火千家春不厌，环球万里月连宵，喜气洋洋中国年，正月十五闹元宵。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9美国国家电视台元宵节晚会的节目现场，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向全球华人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光浩天，我是主持人玉伟，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与我们一起共度佳节。玉伟啊，这个春节从初一到十五，时间过得是可真快。没错，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又到了月圆人圆吃汤圆的时候了。没错，在这里呢，我们要向祖国的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向全美华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全世界各地的儿女们道一声元宵节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在春节期间呢，在美国的各大城市走一走，您一定会发现中国的盐味儿啊，已经是飘向了五湖四海，飘向了美国的各个地方，全美各地都在和我们一起天涯共此时。是啊，不仅红灯笼红窗帘，大红的中国节挂满了中国城唐人街，旅居美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们也举办起了大大小小的春节庙会等节庆活动。没错，那么这次由金鼎基金会和东西方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由美国国家卫视、美国国家电视台主办的元宵节晚会呢，现在是不仅是通过洛杉矶本地的 CH18.8 无线频道向
本地的华人朋友们现场直播，同时也会在全美50个州、加拿大南部、墨西哥北部等地区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同时收看到我们元宵节晚会的盛况。哇，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的节庆已经有这么多人的关注和了解了。没错，元宵节呢是我们农历的第一个满月，也是祭月、赏月的日子，象征着春天的到来。没错，咱们春节就是春天的到来，而元宵节一过完啊，咱们这个年就算是过完了，那么春天真正就要开始了。下面有请我们第一个节目，由雅丽舞蹈学校为我们带来春日序曲。就让我们迎着乙亥猪年的第一轮满月，唱起来，跳起来，欢乐起来。掌声在哪里？
真是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呀。大家说刚刚的小朋友们表现得好不好啊？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们一派红彤彤的这个样子，特别的热闹，让我想起了有一句元宵节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儿。哪一句？叫做元宵大元宵圆，妈妈的元宵最香甜，大一岁长一年，祖辈的故事代代传。不过话说起来啊，祖辈的故事里有一个其实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是吗？咱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么多传说和这个故事，哪一个故事让你最印象深刻？其实就是贵妃醉酒的故事。哦，贵妃醉酒。那我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曲目就是贵妃醉酒，我们今天非常有幸把它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没错，让我们有请开文章新工厂艺术学校为我们带来京剧贵妃醉酒，掌声有请。老师工作室的演员来表演。
陈徐颖、陈仙颖两位青年艺术演员，请留步，请到台上来。来，两位青年艺术演员，请到台中间来。这个扮相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哎，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今年多大？我今年10岁。今年14岁。哇，一个10岁，一个14岁，就能把咱们的传统文化京剧表现得这么好，大家掌声鼓励一下。难怪这个年纪只能卖水还不能醉酒啊。对呀、啊、贵妃可以醉酒，但是在咱们美国不满21岁可能只能喝水。好的，那我们再次掌声给我们的所有的京剧的小演员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谢谢谢谢。下面一个节目就要说到我们的体态律动的节目了。没错，看到我们后台的小演员们已经准备好了，下面一个节目是什么呢？下面一个节目是由新工厂艺术学院带来的《小小工人》。好的，由京剧到《小小工人》，大家掌声鼓励。感谢我们小小工厂的小小工人们。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演员们啊，真的是展现了我们这些应该是00后们的这个风采，有些很多是10后吧。没错，看他们我真的想起来像我小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你小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你这个九零后的老阿姨。应该在吃汤圆吧？对，没错。不管过了多久，咱们中华民族这些中华儿女，来自儿时元宵节的最古老的回忆，永远都是吃汤圆。没错，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体现在吃，还有另外一部分其实鲜为人知呢，就是我们非常悠久传统的音乐以及艺术文化。没错，自古以来都是这个美酒伴美食，然后音乐和舞蹈都一起呈上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Rebecca 刘为我们带来二胡独奏《八月桂花》，掌声有请。掌声有请。少年呀、啊，感谢我们可爱的青年小演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扬琴的这个伴奏老师，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没错，我们可以想象，说不定很多年以后呢，这一位小朋友呢又带着他的学生到台上来，要表演着中国乐器的古香古韵。于是我们的华人朋友在远在他乡，在美国，能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种子一代又一代的传播下去，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没错，除了我们比较传统的汉族舞蹈以及节目之外呢，其实藏族舞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对，咱们的中华文化不仅是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我们也是非常的有 diversity， 非常的多样化的。我们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的藏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
有特色。那么具体有多有特色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由玲珑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藏族舞《溜溜琴》，掌声。
感谢玲珑舞团的精彩表演，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其实很多华人朋友呢，都是奋斗在大洋彼岸的这一边，也时常惦记起远方的故乡。没错，他们的子孙孩子们在这个地方长大，那么有一天如果他们想要跟自己的孩子们讲起自己之前的故事的时候，会怎么开始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华人在这边呢，四世同堂，子息环绕，在他们在这边已经安家立业的时候呢，回忆起故乡又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了，我想可能应该会用一句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吧。对，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著名歌唱家赵春生为我们带来在那遥远的地方。赵春生老师呢，是之前来自于中央音乐中国中央乐团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和夫人一起居住在这里，经常的参与我们社区的这种文艺演出。我们掌声欢迎赵春生。感谢精彩的演唱。那么其实我跟小顾都是USC 南加州大学的留学生，其实好多人一提起留学生啊，这些美国朋友们都会第一句先问，哎，你会不会功夫？没错，又因为我们功夫的文化和电影啊实在是太久负盛名了，导致很多外国友人不太了解中华文化的时候
听到一个中国朋友，第一反应都是哎，你应该会功夫。你会不会中国功夫？对，我们是真不会。但是啊，咱们在洛杉矶真的有那么一群青少年朋友是扛起了我们中国武术这个传统文化大旗。没错。其实像我们的全美中华武术学院呢，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拿过很多的大奖。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Alison 徐以及他们的学生们带来的木兰点兵，有请。东吴凶猛，我身强体健，风化自然，修大道之源，蒹葭离笔，太强国土，一剑不朽，了无情动四
好的，非常精彩的武术表演，下面让我们有请武慧敏老师为我们带来豫剧清唱《谁说女子不如男》。留步，老师留步一下。谢谢。老师唱的可以说是满堂喝彩啊。对，这一开口就知道是气宇不凡。咱们忘记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武慧敏老师啊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他是荣获了维也纳第三届国际声乐大赛民族演唱金奖和洛杉矶梅拉诺国际音乐戏曲大赛金奖的表演艺术家，非常的棒，大家掌声再送给我们的老师。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嘉宾朋友啊，在此呢给你们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哇哦，非常棒。吴老师问您个问题，为什么要选这一首《女子不如男》在这儿演唱呢？啊，这段唱腔呢应该是家喻户晓，觉得那个各地的人，各个地区的人都能听懂，所以说选了这段唱腔。是，没错。老师记得这首歌已经唱了多少遍了吗？一直唱这一段。其实豫剧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好听的段子，但是呢这个最脍炙人口，人们最容易听懂。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Women Empowerment， 对不对？就是女子不如男。咱们不仅是现在经常提这个女性的权益也好，咱们其实在中华文化很古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唱女子不如谁说女子不如男了。对对，这个花木兰呢，美国也拍成了电影，所以说在女子从军、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故事，应该在这个地方，在美国也应该很熟悉的吧？没错，我相信一定是很多女性在花木兰的故事啊以及唱段中找到了一些女性力量最开始起源的一些地方，也非常感谢，就是老师今天的这个演绎，感觉非常的有气概。非常棒，非常棒。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武慧敏老师唱完这个谁说女子不如男之后，我们马上就有这些非常漂亮的小女孩们来给我们证明一下谁说女子不如男，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古筝齐奏美丽的神话，有请。好，大家欢迎。永远盛开的花，穿越时空绝不低头，永不放弃的梦，让爱成为你我心中那永远盛开的花，唯有真爱追随你我，穿越无尽时空，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痴狂，心如钢铁，人世界狂怒，思念永相随，但是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真爱的笑月，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几番苦痛的我让你再也不离分，你怎能不离开吧哟，怒目才离是一场美丽的神话呀，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们这些小美女们。其实可能因为技术原因，我们现场正在收看直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是能特别的感受到这么漂亮的起奏，但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深切的感受到，大家说对不对？刚才我们的起奏美不美？特别好，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场演出。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女生独唱，不，演奏的是姚丽老师，她是国家一级演员，曾在歌剧《沧源》中担任主要角色那人高娃。更值得一提的是，姚丽老师呢，曾经是辽宁歌剧院首席女高音。没错，他还是真的是在国内外是获奖无数，不仅是在辽宁，还是在香港，甚至是在海外的各大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呢，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让我们掌声有请姚丽老师为我们带来女声独唱《马伊拉》。谁的歌声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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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姚丽老师的精彩演唱，大家说一下，我们姚丽老师美不美？没错，我们还有更美的。下一个节目呢，就由我们的环球美女会为大家带来旗袍秀。大家可能会问啊，环球美女会是什么呢？其实呢，环球美女会是2015年7月在张美宝总会长和林子主席带领下，以展现女性之美为主体建立的一个环球 NGO。下面让我们有请我们真正的美女们，谢谢大家。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你染花摇曳在红尘中，你染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江南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站着只需真，女人若花花似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不放自伤最心痛。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痛。
下面让我们有请Alisa Chang 和 Eric Chang 为我们带来对唱 Never Enough， 有请。两位小朋友，下面一个节目呢是由雅丽舞蹈学院彤彤、何瑞以及魏源等14位小朋友带来的舞蹈《剪纸姑娘》，掌声有请。
感谢雅丽舞蹈学院的小朋友们，下面让我们有请张冰冰带来女生独唱《望月》。那是特别棒的演出。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啊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这场晚会，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节目。没错，因为这一场节目呢其实是由几位小朋友自己发起自己编排，由课上的一个 project 变成了一场非常正式的演出的节目。对，所有的一切源于我们这一群在Leo Elementary School Cerritos 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在6年级的时候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课上研究了这么一个 project， 然后大家每一个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但是我们这个学生的家长非常
非常的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咱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我们这个艺术指导李喜章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把它排成了一个 drama， 排成了一个话剧的形式，今天在舞台上面也跟大家演绎出来。那么没错，在这个戏里面呢，每一个小朋友都扮演了一位历史人物，虽然他们是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呢，但是今天他们在同一时空里互相对话，并且互相讨论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批判思想呢，以及教育在这些孩子身上都已经可以是物尽其用了。是的是的，这会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些呀是我们的应该是二代甚至是三代的华人移民朋友们他们的后代给我们这个线上的一次演出。那么其实里面体现的也非常的有趣啊，比如说这里面会有孙子，有老子，还有我们的这个罗祖，还会有武则天和秦始皇一起来争论谁最伟大。让我们来掌声期待我们来自 Leo Elementary School Cerritos 的小朋友们为我们献上穿越剧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Let's welcome。前3000年雷祖的花园里，人言江南薄，江南性自乐，采桑作蚕丝，罗绮任侬着。 Oh, I almost forgot. I have guests visiting. Please serve the special tea.I'm Lei Zu, the Empress of Silk. People know me for planting mulberry trees, raising silkworms, and creating the first silk loom. Hi, Lei Zu. Your tea is still as good as I remember, but I fear I am finding a strong opponent in this game of chess. Where did this guy come from? Do I know him? Welcome, welcome. Have you finished your book, The Art of War?The Art of War? I didn't even notice spending so much time playing chess. Are you who I think you are? I am Sun Tzu, and I have finally finished my book, The Art of War. Sun Tzu, Bing Fa. Tiffany, please bring me my book. Thank you. This book is filled with strategies from my lifetime military career and can be used in areas other than war.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look? See, I am Confucius, known for my teachings of peace and harmony.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But today, I am going to be learning the art of war from Sun Tzu.I'm the greatest emperor China has ever known. I'll not bow down to you, you... Stop fighting. Men and women are both equal, and I will not bow down to you until you admit that I was a great empress and emperor too. Whoa! Whoa! Why are you fighting? Who are you? What's happening?I am Emperor Qin Zi Huang, the best emperor in China.
I am Wu Zetian, and I am the first and only woman emperor. I am beautiful, talented, and I outlived many of my enemies because I killed them all. And if any of you dare to disrespect me, you'd better watch your back.好男不和女斗。See, you were a great emperor, but you're known for your cruelty. And say, you are one of the cruelest emperors. Confucius is so confusing, I got rid of all his books and all the people who followed him. I believe in law and order, not all those confusing rules. They drive me crazy. Good thing my enemies didn't know how to use the art of war. I get to decide what works and I am better than all of you. Kindness goes a long way, brother and sister. If you would just practice kindness, your legends will be very different.The supreme art of war is to subdue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How? By letting kindness go into your hearts. How? By being kind. You look like you don't belong, and you look very weird. Who are you, and how dare you enter my palace and steal my show? I'm Dr. Sun Zhongshan, and I have finally figured out a way to end all this fighting. I got rid of all your doomed dynasties. My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Chinese history. Well, Dr. Sun, thank you for ending the feudal system. It is my honor to be meeting you right now. The honor is all mine. I don't believe in a world where there's a family ruling China. Imagine if their kids were ruling. It'll just be weird.If you all line up properly, you will all get the most yummy boba tea. My t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Sun Zi, your article is amazing. And Wu Zetian,You were the first female emperor, and I believe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 Qin Shi Huang, you did unite China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haos, and Sun Zi, you are really smart. Amen. You know what? My rule would have been longer if I... Wait, what was that again, Confucius? Oh yeah, kindness. So my rule would have been longer if I had practiced kindness. Anyways, Confucius, you're really smart and I'm sorry about what I said to you earlier. Okay, you famous dead people. Stop complimenting each other. Let's just drink Lei Zu's delicious Gucci tea and make friends. Cheers! What a performance! 哇，这些孩子们实在是太可爱了。这是我第一次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一个中英双语一起上的这么一个 drama 剧。其实，刚刚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台侧左侧这个忙前忙后的是一位学生家长，我们把他请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这个小罗组的母亲袁小莹 Serena 来到台上来。我们掌声送给我们这位这个 drama 的这个导演，好不好？好，没错。那 Serena， 问一下您，就是孩子们在背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排练状态？他是怎么样从一个 project 变成这么一个成熟的舞台剧的？
其实呢，今天他们能够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呈现给大家，那背后的那个过程其实蛮有意思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是简单的独白，每一个人选了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角色，比如说武则天，她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她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王，真正的女王。然后秦始皇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孙子呢，他很喜欢孙子，因为觉得孙子兵法很有策略，然后这个孩子也特别爱读书。是的，万万没有想到孙子还有一位叫做 Tiffany 的侍女啊。对，真的是特别好。我们没有想到能在这个美国，大家是通过不仅是跨过了这个文化的一些障碍、语言的障碍，能够给我们献上一场这么好的这个穿越大戏。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个我们的穿越剧的所有的小演员们，好不好？好，来，谢谢。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对，没错，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美国国家电视台、美国国家卫视主办的2019元宵节晚会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在正在通过 CH18.8 向全球现场直播。接下来为您献上的节目是合唱《原野牧歌》《春晓》和《新年好》，大家掌声有请。Follow
谢谢我们的洛杉矶合唱团以及我们各位亲爱可爱的小朋友们为我们一起带来这么欢快的乐曲。对，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好。其实呢，美国国家电视台现在正在有一个节目，像我们今天啊，有一位优秀华人颁奖礼，也是希望各位优秀华人呢能够自荐或者推荐自己身边的朋友呢去参加这个主播会客室的节目。没错，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在后面将会给大家献上我们美国国家电视台的这个微信群，其实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动动手指打开微信，加入我们的这么一个非常快乐美好的一个 community， 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中来。没错，像我们下面一个节目的小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话不多说，叫我们有请下面的演出。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感谢雅丽舞蹈学院带来的敦煌韵舞。下面一个节目呢，是由我们鹏鹏为大家演唱的原创歌曲《一直等着你的爱》。那么这首原创歌曲呢，是在网上受到了非常多网友的欢迎，让我们现在来听我们的鹏鹏老师为我们亲自演唱，掌声有请。一首原创歌曲献给我们在座所有朋友们，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你我终会错失在人海，迷路的我如此的无奈，只因为你的手放开就痛到现在，天空
有些花飘下来，人间所有寂寞和伤怀，迎风的泪不需要谁明白，把思念转变成你来了回忆好在。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有多少次彻夜未眠，仰望着星光闪烁在窗外，让黑暗把自己掩埋。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能重新再靠近你身边，每当想起你熟悉的笑脸，早已忘了孤单的感觉。雪花飘下来，凝结所有寂寞和伤怀，冰封的泪不需要谁明白，把思念转变成依赖了回忆还在。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有多少次彻夜未眠，仰望着星光闪烁在窗外，让黑暗把自己掩埋。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能重新再靠近你身边，每当想起你熟悉的笑脸，终于忘了孤单的感觉。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有多少次彻夜未眠，仰望着星光闪烁在窗外，让黑暗把自己掩埋。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爱能重新再靠近你身边，每当想起你熟悉的笑脸，早已忘了孤单的感觉，早已忘了孤单的感觉。Thank you。感谢鹏鹏的演唱。这首由熊慧彤作曲、林间雾气作词的原创歌曲，确实是唱出了我们所有华人的心声，一直等着你的爱。没错，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国家电视台为您举办的2019
元宵晚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关浩天。那么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国家电视台，它是呢，首先呢，今年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在2019年的1月1号呢，它正式上新了，成为了我们的美国国家卫视。它现在的收视范围已经是覆盖到了全美50个州，辐射到了加拿大南部以及墨西哥北部地区。讲述自己的故事，评论身边的人物，打造专属的娱乐，尽在 USTV。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美国国家电视。好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由郑东胜带来的朝鲜族舞蹈，掌声有请。有请。感谢郑东胜，下面让我们有请薛虎以及玲珑舞团一起带来歌伴舞，怎么一晃就老了。好，谢谢。一晃就老了，再晃就没有了，请电视机朋友们要珍惜眼前，好不好？谢谢。
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沧桑，突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竟已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到何时鬓角已染霜，不知道何时颜容已沧桑，突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竟已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谢谢，感谢虚不虎与玲珑舞团啊，用这么年轻的表演上我们诠释怎么一晃就老了，特别好，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怎么一晃咱们的晚会就要接近尾声 了，没错。如果说元宵是这个整个春节的一个压轴大戏啊，那么其实接下来的压轴大戏就是我们整场晚会的压轴大戏，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姚丽、赵春生以及伴舞福之舞团一起带来的《饮酒歌》，掌声欢迎。你别摸，你别摸，奶奶的壳，你搞脑袋白，阿来你说，苹果
estoy puesto para ti, solo es como y no voy. Y viene noche fremiti que suscita el amor, porque quiero que ocurre ogni potente.实在是太精彩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可能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对，东风送暖，咏春潮，火树银花，春来到，欢歌笑语齐相聚，正月十五闹元宵。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国家电视台为大家举办的2019元宵晚会的节目现场。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晚会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这次晚会呢，其实也离不开很多幕后人员的辛勤努力。对，在这里我们感谢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晚会的总策划道森博士，我们来到前面来跟大家一起谢幕。道森博士以及我们晚会的总指导、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杂志社总编李喜章先生，以及我们的艺术总监总指导 Linda 姚，她是我们非常著名的舞蹈家。我们再次把最热的掌声献给我们这场晚会的幕后的这个工作者们，非常的棒，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今晚的满月花灯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爱情和理想。那今晚的欢歌热舞将在世界各地欢唱每一位海外华人的奋斗、进步和希望。再一次，我们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告别今晚，我们就要走过曾经的坎坷与汗水，闪耀与光荣。告别今晚，我们就要在新的一年中迎接机会与挑战，继续壮丽的航程。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